陪赵大哥用饭。不。有反应了，赵大哥果然功力深厚，一心有救了。你师妹恐怕不是走火入魔那么简单。走火入魔还简单？方才在给他运功时，发现他的脉象断得非常诡异，几乎全都集中在肺脉，而非走火入魔般毫无征兆的全身爆裂。肺脉，怒伤肝，喜伤心，忧伤脾，恐伤肾，悲才伤肺。一心，一何事悲伤？不知道，不过也幸亏于此，他才保住了性命。否则，恐怕连孟婆汤都喝过了。一心何时苏醒？我要问问他，所谓何事？按道理说，他应该已经醒来了，可是他还未苏醒，恐怕另有隐情。且先等等看吧。赵大哥，你快回去休息吧。今日你消耗巨大，青丘心中不忍。不必客气。啊，那个，不如我陪赵大哥用饭。不。那赵大哥陪我用饭，这边请。哼。